是今天浪还蛮大的。
我今日嘛钓一尾，嘛是迄款诶，袂歹啊。啊？怎么很正？没有啊，钓很浅啊。现在在这个县西啊，第五支这边，小晃就收收了。不过今天黄尾瓜蛮多的，就是一直说。后来现在没有了，就回家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